就是去送个药而已，你们至于这么死追吗？逃到这长生海冰殿里去了，先回去复命。若他真的闯了进去，那就是大罪。小仙灵犀误闯此地，扰了仙长清修，还请仙长息怒。仙长，仙长。我还纳闷呢，谁会挑这种地方清修啊？原来都已经作画了，这看着年纪轻轻的，长得还很好看，真是可惜了。看我做什么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你别看我现在势单力孤，这外面可守着十万天兵天将呢。只要我一喊，你就完了。怎么，你还想打架吗？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取我的法器，跟你斗上300回合，到时候我打得你心服口服。你等着，不凶啊。
这天雷老儿不会栽在第九重天雷上吧？那热闹可就大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哎，到时候八重天雷白受，颜面丢尽啊！而且封神未成，前功尽弃。玉峰上神，哎呀呀，慎言，慎言啊！第九重天雷了。天兽不是早就被封印在南天门前了吗？什么时候解封的？诸神让开，本座对付即可。你是谁？我可以解释的。果然有同党。这不关我的事。
拜见神尊。拜见战神。他就是战神九尘，怎么跟书上说的不一样啊？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你不是去天宫当值了吗？让你不好好看着人家。姐，我做错什么了呀？你松开我呀！哎，不是，姐。师傅，林夕被天宫的人抓了。谁？林夕啊，你快起来！啊。他又闯祸了，林夕擅闯天宫，现在已经被天族的人抓了。他去天宫干什么？听说他误闯长生海，我们快去看看吧。啊。